哎呀，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3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也想好好过一下这个二人世界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媳妇儿长得可老漂亮了。哎，谁说漂亮大哥是盯着我呢啊？一会儿我媳妇回来你可别多看啊，别动心，我可小心眼啊。来了啊。哎，老哥，哎，宝贝回来了。哎，今天你们新来的男同事没加你微信吗？加了。怎么还能加微信呢？但是我没同意啊。来，宝贝，宝贝先坐啊。那个，你别偷看啊。哎，别偷看。你还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呀？那我能忘吗？咱俩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。对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都是你最爱吃的菜。啊、你猜猜都是什么？都是我最爱吃的。白灼芥蓝、清炒西兰花、蒜蓉油麦菜。说实话，大肘子。对了，耶、yeah ！来，宝贝宝贝，这样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啊？大钻戒。呀、yeah ！扔贵妇了。老公，你哪来的钱买的？啊，这不是六贵妇打折吗？买好钻超划算吗？谢谢老公。你说这一会儿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咱俩都结婚3年了，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牵手在哪儿吗？那我怎么能忘呢？树林学校。媳妇儿，我说学校里的树林儿。讨厌。媳妇儿，你说大学时光真是难忘啊。是啊，咱俩在大学里面经历了多少第一次，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拥抱，第一次接吻，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朋友。嗯，小何吗？哎呦我天老爷呀，你一提这名给我吓得浑身一激灵。不是，你那么怕他干什么呀？我能不怕吗？你忘了大学2年级我过生日，他点个蜡烛把我头发给烧了。3年前咱俩结婚，他是伴郎，上楼梯的时候把我婚纱给踩掉了，现老了人了。再说去年啊，我爸来咱家，他跟我爸搂脖子抱腰称兄道弟的，给我爸喝的2天没下来床，多吓人呢。那个小何可能就是热情。这样啊，今天咱不提他，就好好过一下这个二人世界，好不好？啊、真乖。来，喝点、喝点，喝点。谁呀、啊？快递。哎呦我天！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小何的。哎呦，小何送的快递。哎呦我天，老爷爷。那个不是，何啊？啊？你咋来了呢？这话说的，还我咋来了？上楼的时候看你家快递在楼下呢，我就顺便给你取了。咱这楼上楼下住的，千万别谢我啊！你看何多热情。哎呀，说不谢就不谢。啊？逗你俩呢！哎呦我天哪！那个行，那何没啥事儿，先忙去吧。啊，先回去。啊，我有点事儿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哎呀，吃饭呢？啊，这简单吃一口。简单吃一口，整挺丰盛的。行，我回去。哎呦我天老爷呀，咋的了？今天不会是你俩结婚3周年纪念日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哎哎，没瞅见，让我发现了。大哥你干啥呀？那个、你跟我说呀，我给嫂子准备准备啊。啥也不多说了啊，我的错，我来晚了，我先自罚3杯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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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公眼睛里是不是进啥东西了？哎呀，你过去一点眼力劲儿没有。哎，媳妇儿，他咋来了呢？我咋知道啊？肘子挺香啊。啊，他还吃过肘子？你把他整走行不行？是媳妇儿，你看我的啊。何儿，那个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是不是已经3年了？3年。啊，每个纪念日你是不是都参与了？这话说的，每年都咱们仨嘛，其乐融融的。是。哎呀，那年年都咱3个人一起过好吗？明白了，确实不好。小何明白了、啊、那个别往心里去啊，对，别多心啊。欧了。哎呀，大表哥下楼马上就到，今年咱4个过。
那人老好了，忙那个媳妇儿，那个要不今年就还咱三个过吧？不止咱仨呀，还有个大表哥呢。那你这不打电话下来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咋办？那你仨过吧，我走了。不是你走了，我跟谁过纪念日啊？这四个人咋过？你说你走了，今年四个人过的，我就走了。你走吧。嗯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。还走吗？不走怎么办呀？要不这样，今天还是咱们几个过，明天再补办一个二人世界，好不好？你补我个二人世界，就这么定了啊！真乖，那个盒啊，那你就别客气，该吃吃吧。对，确实，有点不方便呢。有啥不方便呢？我就说吧，我哥不是那小心眼的人，我跟你说，大表哥说到就到，那人。老好了、老热情了、来了，哎，那人老热情了。哎呦我天！哎呦，啥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哎哎，介绍一下 啊，我大表哥、天福师盟两口子。哎，大表哥，总挺想和提你，这老弟长得精神啊。表哥，哎，今天啥局子？这不嘛，他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，把你找下来了，调解调解气氛。调解气氛我最擅长了。看啥呀？快坐吧。对，赶紧听大表哥的，赶紧坐。哎呦天，这也不知道到谁家了。咱就别客气了，咱就开吃啊，没事。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？你见过？这怎么还是撞衫了呢？这大表哥怎么还跟嫂子穿上情侣装了呢？是啊，大妹子，你怎么还跟我穿上情侣装了呢？是啊，老公，这衣服你搁哪买的？怎么还跟人情侣装了呢？那怪我了呗？不是那个大哥呀，我老公给我买的是条裙子啊。你买那裙子，我这。我说出事的时候有点长的，我就这么说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怨我了。这哪是情侣装啊，这就是撞衫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撞衫不可怕，谁难看谁尴尬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太尴尬了。大表哥幽默幽默啊，来，哎呀，我这大表哥这人真是有，真是。你们仨是要照全家福啊？你这什么全家福？你这不是真有点像啊？你这样，我再去整两个菜啊。对，哎，有啥忌口的吗？不要姜。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是。你快去啊！我要姜。盒。这菜好像是不是够啊？够啊！我现在好像还有点不太好走了，这。哎呀，这大表哥，这衣服穿着有点紧吧？这个还行啊，松紧。老公，你没生气吧？我生啥气啊？我又不小心眼儿。是，我就说又不是故意的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怎么能生气呢？是不是？真好。不是，老弟，我来的时候就穿的这衣服。你别能生我气吧，我生你啥气，指不定谁生气呢。那怎么办？你就吃它不就完了吗？发挥你强项，别多说话啊。来，那头走不上。可是你咋就应该坐这儿了？你这大表哥，你刚来的。哎，大表哥从哪儿来的呀？那个吉林。哎呀，那吉林的地方现在挺冷吧？是，好像零下十几度呢。16-17。你咋知道呢？我有个小学同学在那做买卖，卖冰淇淋也不少。哪家店呢？叫中山广场。小姑娘冰淇淋呢？就是那家。我总吃。哎呦天，太巧了！哪个小学同学呀？你就吃它不就完了吗？我咋不知道呢？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大表哥来，
刚进屋，你不是去姑说话了？来，吃吃尝尝，吃菜。来，哎呀，酱子，来，喝。这肘子谁做的？对，聊肘子，聊肘子，对，我做的。好手艺啊！我这些年就爱吃肘子啊。就这个香和这个辣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不多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大表哥在吃这方面。是个专家。哎呀，这个肘子是我老公特意给我做的，以前做吧不辣，但我跟我老公说，老公这肘子越辣越香，哎，才辣起来。对，你也爱吃辣？爱吃啊，我就喜欢吃完辣，嘴里麻麻的，一跳一跳的。那叫舌尖上的律动感，这个东西不太好形容的，这那种感觉，有时候就好像是大大大大大。我跟你说，上回我出门上四川给我吃嗨了。那四川，哎，你别整我呀！那四川火锅啊，飘一层油，放点树叶，上来一盘东西，给我吓得我都没敢吃，说叫黄猴，我还以为是猴呢。我也以为是猴呢，我也以为是猴呢。哎呀。那个呀，你大表哥，你说你不能总吃火锅啊，消化热量太高。对，大表哥平时愿不愿意运动啊？他不运动，他不运动。对，大表哥不愿意运动啊，那咱聊聊运动。嗯，我吧比较有运动天赋，就是打篮球、踢足球，是不是都经常玩啊？天赋，三分投的准。哎，昨天给我嫂子办张健身卡，让她跳健美操去了。对，报班了。嗯，花那钱干啥呀？怎么的？我以前就是个健美操教练。不是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是健美操教练的？不是，我说这个事儿，我以前我你哥前两年拿冠军这事儿，不是，这现在都什么情况？你快行了，你这样我给你展示一下。这么的，大妹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两个八拍下来就比其他的那其他几套健美操都厉害。你跟我学，你可能都会啊。来，咱们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转身，四二三抬腿。哎呀，何啊，大表哥抱得挺紧呐。大表哥呀，抱得挺紧呐。老弟，我觉得我今天我不知道，我有点烦人，我先走了吧。啊，不送我啊，上楼。你早知道这样，我能让你来？那盒要不你再吃一会儿。老公生气啦？我生啥气呀、啊、不是，这事换谁不生气呀、啊、小心眼。那我小心眼不是因为在乎你吗？你说你俩上了情侣装了，不吃姜了，就又跳上健美操了，你说我在这多尴尬呀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得感谢大表哥呢。你感谢他干啥呀？要不是大表哥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这么在乎我。老公，嗯，咱俩现在也走了，咱俩就安安静静过咱俩的二人世界。嗯，你不就不喜欢这身衣服吗？那换一身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咱呢，媳妇儿啊，我不是说这衣服不衣服的事儿，你说你俩跳什么健美操？你跳健美操，你找我呗。你这玩意儿谁有病啊？好帅呀！你说来，天博嫂子，我终于知道咋回事了啊！我不找大表哥了，我把我二表哥、二表姐们叫来，哎，上！哎不是，来了，哎呦妈，这就他日这一天。我来参加聚会，你跟别的女的穿情侣装，多无聊，多无聊！我就觉得你有事儿，这衣服我不让你买，对不对？非买，多无聊，哎、尴不尴尬？无聊。我早就说我换身衣服是不是就好了？你。